1950年6月25日凌晨，分裂的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。次日，美军公开参战，致使朝鲜半岛的内战陷入国际化。6月27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台湾海峡，武装阻止中国统一。1950年8月。美军飞机频繁侵入我领空，疯狂轰炸扫射，进行军事示威。这帮美国鬼子不消停在自家门口过日子，跑人家门口来瞎折腾啊，整些跟那个苍蝇嗡嗡的四处下去，坑害多少人呢？哼，这帮对呀，他这蛤蟆叫得挺厉害，这两天可能准得有雨，抓紧干吧。哎，爹，鸽子这骂你是蛤蟆呢？你俩嘴咋那么欠了？我什么？哎，你偷我，我小兔崽子啊！就你真，我打你，我欠是不是啊？弱小，我欠我，掐我，爹子掐我！这美国飞机又下蛋了。他说就是前两天，就宽甸那边也挨炸了，就炸死好几个，炸老惨了都。我得去把皮子送一下，刘小三这账给结了呗。哎，你给我带两斤白酒回来啊。哎，每次都抠搜的，你能不能就敞亮点？你就不能多给几张啊？嗯。你爹我养活你们容易吗？等你自个儿成了家，花自个儿的钱。哎，回来，早去早回啊！你别和老常家那闺女在那起腻啊。腻啥了？你别看她没过门。那也是金旺家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啥金旺家的？那不定娃娃亲呢，那能算吗？娃娃亲怎么就不算啊？哥，金旺说要揍你呢，吹呢，我削死他！我跟长房我们俩自由恋爱，我们俩是。你给我绷着点啊！乔芳，哎，场景，哎，干啥呢？你干啥呀？啥干啥？你跑啥玩意儿啊？我咋嘱咐你的？我不抄近道，我撵不上你。那我咋不有事儿呢吗？你有啥事儿？你快把这袋子给我拿过去，我有话跟乔芳说。你有话你在这儿说呀，我俩有正事儿呢。你老磨磨唧唧的，你干啥呀？整事儿呢。嘚啥呀？收拾你啊！赶紧拿回家，回家。你老落后了你。削你啊！嘚啥？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这都是村里的人，这说话不方便。你过来上那边。啊？上那边。我先过去啊。哎。别闹了！你干啥呀？放开我！你让我歇歇。你把手放好了，能不能听我话了？别动！不是你，我不动你。你听话。把手放下去。不是你，你让咋的？啊？不是我问你，哎，就咱俩事儿，你咋想的？啥事儿啊？不是你咋这样式儿的呢？咱俩那得啥事儿啊？啊，你咋那么气人呢你？你啥意思？你有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？偷偷摸摸的，我可不听我爸妈的。咱俩的事儿，我听你的。哎呀，我老高兴了。不是，要这样的话我，哎，我就叫媒人去提亲了啊，把你娶过来了。啊。嗯。
爹，飞机来了，快收网，走。长顺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说重建有啥用啊？建完它还得炸。就是，哎，这是机枪班不在，下次机枪班在的话，把他飞机炸下来。给我闭嘴！别在这瞎咧咧，啊！美国鬼子的飞机飞那么高，咱们的几颗机枪能打得着吗？班长啊，那咱就搁这傻喝等着挨炸呀？那当然不能。咱们要写请战书，不能让六班抢了先。对对。指导员，易班长，这大晚上不睡觉，你又瞎闹腾什么呀？指导员，一连一排一班，申请入朝作战，保家卫国。这是请战书。刘班长，出来吧。我是县板子，这回你们一班可落后了。五黑子，这没有落后不落后，看到没？我们是集体申请，你就一个人。哦，是吗？刘板子，到，出来。是。嗨，现在没有先后，哎，是雄是孬，咱们战场上见。说得好，刘板子，给一班的战友们过去过去。一班的，听他们六班的呱唧的不太齐啊，咱们给他们做个示范。请指导员同志接受我们的请战申请。请指导员接受我们的请战申请。请接受我们的请战申请。我就说一句话，我们作为一个革命军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是是是。指导员，听这动静，像老炮筒的声音。尹班长，去看看。是。不是你让我们见，我得见你们部队首长。我不是坏人，你帮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是你放了枪？不是纵火了。我说你想啥呢？你在部队门口，你敢放枪？您这是首长吗？我当兵。我说同志，你要想当兵，你也得去你们城里的人武部。我们这是部队驻军，不管招兵的事啊。你走吧，同志。同志，你找我吧，我当兵，我是预烈户，我会不会使枪？你刚才听那个，我要报仇。咋回事？我爹跟我弟弟，就是本来咱们在那江面上，然后就美国鬼子飞机，然后就是落下来就直接就把
我弟弟全部都给炸死了，什么都找不着了。所以我真的要当兵，我要报仇，知道吗？你的，你明白吗？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同志，你想当兵是个好事，但是也不能这样闹。哎，凡事都要有个程序，你也别着急，你去城里的人五部再问一问，好吧？啊，同志，去吧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首长，首长，你回来吧，你答应我，我要当兵。同志们，美帝国主义已经侵略到咱们家门口了。怎么排这么长队呢？啥样的？啥样的刷起来呀？对对对对对，那啥啥啥啥，让让让，对对对，让让，我哥肯定选上了。干啥玩意儿？干啥玩意儿？他要能选上，谁都能选上吗？你在这说啥呢？你在这？不是，栓子，我就问你，不守规矩人，你说部队能要吗？你说，不是，你再说就试试。我就说你一句，咋的呀？哎，你想咋的呀？你想咋的？不是我现在怎么了？你还想咋的？不是你动手试试，动我一下试试。那你动一下，你试试。都别动手，都别动手。你倒招呼啥呀？我招呼，常叔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跟我咋没关系呢？不是，那我愿意排不排队？我排这样，你凭啥排我前头去啊？不就排队吗？排呗，排。那必须得排，该咋是咋的，咋回事啊？你合格了。黄栓子，哎，到，这样，你合格了。李长顺，哎，起来，在等挤，在这挤啥，在这挤呀？哎，让开，起来，啊，成了，你也合格了。张金旺，哎，你也合格了。我就说，那么他的熊色样都能合格，我能不合格吗？说谁熊色样呢？你熊啥样啊？我就说你咋的了？你自己啥样？你自己看不见的。不是，不能用你在这白活白活呢。我白活啥呀？哎，你别再跟我说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说了。行了，首长，我不是首长，叫我同志就好了。你啊，同志，就是咱们什么时候发的枪啊？一切行动听指挥。你们现在不是正规的解放军战士，得通过新兵训练考核。不是，就练呗。行，啥事没有。是在这儿练吗？练呢，整啊，这儿整不开啊。在哪整？在这儿整。不是你脑子进啥了？能在这儿整？上部队去？我还不知道去部队吗？那你问就完了。你问就问，你多丢人呐！丢人呐！我这样人吗？多丢人呐！你太丢人！人这么多人，哥哥什么？人跟你啥玩意儿？哪儿说两句？你有完没完？你瞅啥呀？你瞅啥呀？你不就瞅你了，能咋的？你俩想咋的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新兵班长现财臣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叫我班长。是。从一个老百姓转换成一个兵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们必须做到两点：第一，一切行动听从指挥；第二，有事先报告。比如，报告。对，就像他这样子，讲。啥时候发枪啊？该发的时候就要发。还有，报告。那个，打美国鬼子啥时候去？你个生瓜蛋子，出去。师傅，挺胸，抬头，目视前方。我忘了问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李长顺。有仇必报是条汉子，但是你要先成为一个兵，懂吗？懂了。归队。是。全体都有。向左转。跑步走。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，首先，你们必须具备集体观念，班。是最基础的战术单位。今天的训练是一次比赛，六人为一个班，山地折返拉练，终点处有标着数字的红旗，每个班对应一个数字。要求各班每一个战士都要拿回一面红旗。是。
起来呀！咱们不能输啊！咱们，哎，跑不动了，走了，来，哎，到前面去，来，栓子，栓子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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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栓子，咱不能输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来，起来，来，你快来，哎，来，你来，来，咱起来，哎，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电杆子，哎，二、一，不是，你看看。完了你！行了，不用你们跑了，在这儿等我。坚持，马上就拿到旗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干啥呀？我干啥？你把旗给我拿回去！拿旗我？你咋又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呢？撒开！我就不撒！你撒开！你凭啥一人拿旗啊？我没工夫在你这扯里根楞。卷，我不撒！撒开！哎哎，他往这走干啥呀？不要脸的！啥呀？给你看。拿着，拿着，一人一个，这儿，拿着，太好了，不地道吧？这不好啊，啥不地道啊？那说着就拿了红旗跑到终点就算赢了，啥不地不地道呢？快走，一会儿后面追上了，还看咱傻看啥？走，跑啊！教练，教练。哎哎哎！长距离奔跑，别静止，伤害身体。站起来，活动活动。报告教练。说。我有事向你汇报。说。能说话吗？想好了再检讨。关键我检讨啥？我又没错呀、啊。偷奸耍滑外加作弊，你还没有错吗？报告班长，你不说每班六个人吗？一人拿一面旗返回终点，你也没说不准说我一个人拿旗再分给他们呢。你以为你还是在家种地的那会儿？一个农民。我不是农民啊，我是渔民。但班长你这么说也不对啊，那农民怎么了？农民啊？那农民，咱们队伍里不都是农民吗？不是都当兵打仗吗？你少跟我东扯西拉的！你跟张继旺咋回事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过节，我警告你，把那几个地方信息给我收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儿就要给我记住两个字：纪律。李长顺，遵守纪律，好好训练，不要让我退兵，懂吗？是。报告。又咋了？你应该说解散。解散！哎呦，你这个小人！你敢不敢出去跟我唠唠去？哎呦，唠唠就唠唠呗，能咋的呀？哎呀，你咋那么坏呢？我咋坏了？你就是个小人，你就是乾隆村的败类。
你是败类，你败类，你才是败类了。你干这事不让别人说呀？我告诉你李长顺，你再干这事我还说咋的吧？你不就欠揍。来，你揍我试试，来，你揍我，你揍我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等一下，上级指示，三天后要进行新兵训练考核，合格的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，不合格的退回地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负重15公斤，越野5公里，要求按照规定时间到达指定目标视为合格，超出时间或者作弊者视为不合格。我相信我带出来的兵没有一个熊猫，没有一个软蛋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样的，抓紧准备。哥哥，抻抻筋，别到时候拧着了。那哎，来个赌吧，一会儿谁跑谁后边，谁就是瘪犊子，瘪犊子玩意儿。那也是你，你看你紧张都啥样了，活动活动，别崴脚了。全体队友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跑！连长，快来看热闹。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？不是，连长到新兵连来就视察工作呗。我跟你说啊，听好了，啊，你训练出来的兵，最好的苗子，咱得相中，明白吗？这叫肥水不流万人田。放心吧，连长。没事，我歇口气就好了，你快跑。我扶你。你快点，没时间了，你快点。啥？歇会儿就疼？啊，我知道，你快点，快点。啊啊！
界丢不起这人。考核结束。考核结束。田地大人，起。向右转，稳住地。黑袍拉胯了，使劲拉力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齐天班长问我来着，问你跟秦王咋回事儿，我最多言呢，我啥也没说。哎哥，我也是琢磨着，你说你当兵去了，张芳咋整啊？沙河哪儿都有你，不咋，你想啊，你打仗去了，金芳就捡现成的去了。行，赶紧睡觉吧。哎呀。这叉子也疼，哎呀！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那个脚到底咋整的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自己从桥上掉下去崴的。别磨叽了，道个歉去。曹大同志，你不道歉，你讲三道，你关心一下去，你说句软乎话呗。一个村里边儿行。新兵连，全体带上，按照既定计划登车。报告，班长。报告。说，我想跟我那个老乡说几句话。给你一分钟时间。是。没事，你上不上膏药？上点膏药，几天就好了。管多惨！你其实你留后方也行，你不用非得。不想跟你说话，你不知道，滚犊子！全体都有，左后转弯，登车。哎，说啥了？他说他不送我了。
哥，哥，你真不跟超哥联系一下啊？我听说了，他四处打听你呢。哎，你干啥？有活你别发我身上啊！干啥玩意儿你？哎，行行行，憋着啊！哎，憋出病来好，哎，解闷儿。他是不是来晚了？张打铁这个老算盘，好兵都让他抢走了。走啊！首长，首长，报告首长，我是新兵训练营的，我叫张经旺。你是不是被淘汰了？不是被淘汰，我们那个负重考核，我不小心把脚给崴了一下。一点事儿没有，过一阵就好了，杠杠的。你看我身体可好了。那你转两圈。哎，你瞅着啊，你看，会说朝鲜话吗？哎呦，我这朝鲜话说的比我说自个儿家的话都利索。你要不信，你考考我，你考考我。上车。哎。我了，啊，啊，啊，哎！班长，擦十几道了，够了吧？嗯，再擦，别废话。看见没有，大家伙，哎呀妈呀！哎，过来。班长同志，那鬼子也不可能扔炸弹嘛。我们是战斗连队，是美国鬼子关注的目标，所以到了战斗连队，随时要给我绷着跟前。老班长带新兵，首先要给他们讲一讲
咱们尖刀镰刀优良传统，把他们带成一名合格的兵。我的话讲完了啊，解散。哥，我走了啊。还是落到我尖刀班了，感觉咋样？挺好的，以后会更好的。新兵李长顺，有向左转，这不走，前走。行了，过来吧，连长，你咋知道我来了？你是我带的兵，我能不了解你？来，毛巾。什么事儿？连长，我要跟你商量商量。我跟你说啊，李长顺在你们班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不是，连长，这不行啊，这怎么不行？啊，怎么不行？你长毛病了是吗？啊，你啥时候学会挑三拣四了？连长。要不这样的，把李长顺给六班，让六班长带他。少跟我废话啊！拿走。张大铁同志，这战争说打起来就打起来了。咱们连是团里的尖刀连，俺班是连里的尖刀班。你给我整一个新兵蛋子，这叫咋回事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我带出来的兵？是。我信你。李长顺现在是你带的兵，你得信他，这是一个理儿，你得把他给我带成一名合格的兵，这是你的革命任务。一边来，到，向后转，起步，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干啥呀你？不是不是，我能不能练了你啊？不是，我感觉这太磨叽了。不是，李长顺，你咋回事你？班长，我觉得这个打仗嘛，打赢了就算嘛，你管用啥招呢？你不能太死脑筋了。你虎啊！哎呀，班长，你别让我练拼刺刀了，你还给我几发子弹吧，我练打枪去，我打枪可准了。你要给我练的，我。哎呀，长顺，我跟你讲，上了战场。近战的时候没有机会打枪，都是拼刺刀，拼刺刀很重要的。我这个也没问题，我见他也都没有问题。我你都没问题是吧？很能打是吧？哎，来来来来，跟我一块打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哎呀，班长，班长，我不要跟新兵生气，还班长，班长，别管他，别管他。